欢迎大家来到深夜食堂。这两天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太忙了，所以开播也不够准时和不够稳定啊。接下来无名应该就要完全恢复正常稳定的开播了啊。欢迎单曲循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准备最后的配料，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焖苦瓜。备点配料啊，葱、欢迎君元，呵呵。我们今天晚上做几道菜呢？我也不知道了。现在应该是，一个呢是那个焖猪蹄啊。你进来。还没有，但是呢，差不多了吧？你好饿啊！今天晚上东西比较多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？你都唔知啊？唔知啊，唔知。可以说我想吃吗？吃谁呀？煮饭。对呀、啊，有煮饭呢。但是你饿了吗？饿了。刚还是不要。那拿起手机，打开支付宝。装备呀。点开饿了吗？啊？啊？我兜里要不是没几个币的，我不至于在这里问有吃的吗？这样啊，越混越差，不知道。胡说八道，你别老是这样子想，你应该是越混越好，你是应该每样事情做得好好的就才是对的。对，这只是一个开头。对。欢迎大家来到深夜食堂啊、我们现在呢在准备一个一些配料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去做我们的菜的最后的局部了。